切磋一下，在有益的基础上，哎，做一个比拼，是不是啊，老林？啊，放轻松一点啊，录综艺呢。各位，我们本次36个小时的穿越赛，两个计时路段，合计用时最短的人胜。为了增加我们比赛的趣味性，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3辆各有优势的车。3辆车都是统一的20升的油，大家可以自行挑选用车。舒适型越野。 马力足，通过率高，但是油耗也更大。嗯。城市代步车，功率低，通过率差，便节能。初代国民款车型，车龄最少15年，排量0.8，百公里油耗至少12。除了情怀一无所有啊，这是让奥运冠军。 女明星，还有90岁大爷，一起比铁人三项。你是另一个任东吗？对，我是另一个林振东。这样，我找你呢，是你们明天不是要录一个节目吗？我知道林振东有一个 bug， 他一喝功能性饮料，心跳就加快。 好，我们开始选车，但只有3分钟时间。走，振东，你喝点水吧。这什么呀？就是普通的功能性饮料。你不觉得这儿特闷吗？ 没事吧，振东？你还好吧？
到了啊。哟，到哪步了？三选一，选车。这车能选吗？选这个。以前我们那儿谁有钱谁弄这个，这太好了。上来呢，我要开这车，你没意见吧？你确定？我建议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别看不上岁数大的车，小孩儿瞧不起老头儿，你喝水的量顶不过人喝过的油。话筒给我。我想啊，跟那个另外两位车手打一个赌，最后一位冲线的人给第一名擦车，全程记录下来，剪到预告片里滚动播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玩吗？那我们要这个吧。可以啊。你们确认要那桑塔纳是吧？OK， 那就不客气了，上车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出发！加油，小孩儿！加油就不知道叫什么玩意儿，加油！哎呀，这车太好了。好，不错。你干什么？省油啊！省什么油啊？你扔它干嘛呀？你不说要省油吗？我把空调的钱油给省出来了，走了走了。快！两百米下坡走一。哎，咱开一会儿窗户，行吗？开窗户不更费油吗？五分钟空调行吗？我真受不了了。都不行，这后边还得上坡度呢。你这开法太暴力了啊！得把油耗降下来啊。他们追上来了，怎么来呀？什么来头啊？平时装神弄鬼，戴帽戴口罩，开的还挺不错的。人家可是引诱车队的秘密武器。前面上坡左三，甩掉他们。这段路都是下坡。路况挺好，他们的优势发挥出来了。不行，我这汗真的太影响状态了，咱就开一小会儿行吗？我真受不了了。哎，我给你擦擦擦。我过了前面的山头，就让林振东换回来。老叶，他们那节目录多久啊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怎么不让我跟着去啊？那车上就俩座，你去了坐哪儿？给绑车顶啊？季青，这卡钳是旧的，不是新的。你也没让我买新的呀。你跟他们联系联系，拿手机给我录点素材回来，让我看看行不行？那不可能啊，人林振东去签保密协议了。签什么保密协议啊？我是他师傅。哎，你是惦记林振东啊，还是你自个儿车瘾犯了？我得知道他这个，我教他这个东西发没发挥出来，活学活用啊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在山上啊？哦，你刚才就说你胸特别的闷，非要上去跑一圈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喝功能性饮料反应这么大。这是我们选的车吗？这是另一个人给我选的。上车吧。开这车。怎么可能赢啊？现在还有多远？我现在联系一下。
导演说里奥多在咱们前面10公里，诺埃尔在咱们前面8公里。10公里？这才开了多少年，怎么差出去10公里啊？我再跟你说件事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刚和里奥多打赌了，说谁输了谁给谁擦车，在预告片里循环播放。我不生气。第一天的赛事接近尾声，诺埃尔选手凭借车轻油耗少的优势率先抵达了休息点。里奥多虽然用时跟他差距不大，但燃油消耗量要大很多，而林振东这组不出意外的排在了最后一位。这不是新人赛第一站的冠军林振东先生吗？刚来啊。战术，战术懂不懂？导演组说为了安全，大家晚上住一块儿。咱们这种群像综艺就是一定要住到一起才有节目效果。哎，你们还有多少油啊？晚上给我看完全程。我们也差不多。你们应该跟我们差不多。我们讲究的是战略，不会一味的逞强好胜、莽撞，懂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你们开最后一名在这指点我呢？说谁莽撞？说你莽撞呢？意思、啊。哎，明天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，先把帐篷扎了吧。东西呢？扔了。扔了？谁让你扔的？你扔的呀。你说减轻负重可以省油。两个帐篷，能省什么油啊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把它扔了。那个人和出现我控制不了呢。我为什么觉得这次你就没想让咱们赢？那功能性饮料是你给我准备的吧？昨天你到底在我房间跟他聊了什么？是不是连你都觉得只有他才能成为职业车手啊？我猜你心里就这种人啊。咱们不聊这个，我去和里奥多他们沟通，睡他们后头。哎，这就是人家的省油小妙招，学着点啊。学。哎，你们两个啊，关于你们怎么比赛我不管啊，但是你们这个睡觉的问题，不是关心你们两个啊，我是担心你们会用休息不好这种借口来掩盖输给我们的事实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林振东，你和我们两个一起挤我们的双人帐吧，反正我们地儿大， OK 吗？谢谢，那我去收拾一下。经过一晚上的休整，三组新人车手也都纷纷重新上路了。他们各自面临的困难各不相同，又会分别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？我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另一个我开得比我好？我没这么想过，你那就是心病，治好了就没事儿。可是你和张驰还有沈西婷合起伙来把我骗到这儿，不只是为了50万奖金这么简单吧？你是我的领航员，也是我最信任的，不该瞒着我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接下来路段都是悬崖上的下坡路。你们可真绝呀！振东，下山的路只有一条，该克服就把它克服了吧。他们追上来了，赶紧走吧。看到那个很像，
怎么了？放弃了？你要放弃的话，那你让那个人格来开好了。一条斑驳破旧的飞马，我知道赛车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但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？我跟我的另外一个人格相比，我就像那台破车一样。我怎么努力，怎么刻苦的训练，我都会陷到泥里。这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常态吗？从小到大，你都开着像里奥多那种又豪华又先进又闪闪发光的车冲在前面，你认为的困境无外乎就是一堆石头把路给拦上了，然后到时候找救援队把这个搬开。但真正的困境是要靠自己解决的。上车。还有36道悬崖路，要想拿第一的话，必须得全靠同伙。要是滑出去了怎么办？别松开手，朋友去追前方的光。那我陪你滑出去。再不低头回首，穿过消散的雾，越过荆棘的路。那不是李奥多吗？林总，林总，林总，他们车出事了，就在上面。那你上车，上车，快点！快快快！我跟你俩说一下情况啊，诺埃尔他们的车现在在一个悬崖坡上。我们到了之后，想用牵引绳拉他们的车，直接把他们的车拉上来。一开始，他们的车还是在慢慢往上爬的。但是因为我之前开车开得太狠了，马上就要把他们拉上来的时候，我的车就没油了，所以他们车就又掉下来了。现在我们就只能用绳子拽着他们，不让他们再往下掉了。你俩别怕啊，奥多海人军来了来了来了。先救人啊，快，就在这儿。现在情况是这样啊，现在路基特别松，
而且我们没油了，所以就没敢动，就赶紧喊你们过来。你们没动是对的。通过，赶紧找个绳子，咱们一起牵引。好。罗友、范范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尽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扔掉。等一下，林振东，你们前面是悬崖呀，你要稍微控制好，你冲出去怎么办？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没时间了，赶紧动起来。这里的地势非常松动，你们的车一定不能再靠近了，否则他们的车会下滑得更厉害，只能把绳子尽量放长。动动动动动！前面是个左五，拉起车要同时做过弯动作。啊！前面就是悬崖峭壁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赛车手来说，那里就是勇气和毅力的象征。
对吧？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快了吧，我估计。这节目能录成什么样？张群，啊，藤原拓海离排水渠最近是多少？3.3公分。我做到了，即使在外圈赛道，我也可以把距离控制在个位数。我克服我的恐惧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红阔这招功不可没呀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跟沈警官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这小子就是缺那么一点拼命的勇气。振东做事情一向稳妥和理智，他的性格不会去冒这些无意义的险。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综艺节目，不行把他弄过去。他总是用他的脑子规避一些小的困难，怎么可以让他不得不直面和硬扛困难？你们要特训林振东吗？我有办法。林振东不是喜欢未雨绸缪吗？咱明天把他伞都给他拔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叫我，你来啦。你是另一个振东吗？对，我是另一个林振东。这样，我找你呢，是你们明天不是要录一个节目吗？咱们给林振东制造点困难，一定要让他好好磨练一下。想进步就不能舒服。林振东，哎哎，沈警官，听说你终于突破自己了。那何止是突破自己啊，那简直就是智慧与勇气的双重考验。太好了，我的年假总算没白浪费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想问你俩。嗯，这个功能性饮料到底是谁的主意啊？哎，沈警官，你喝什么？我和你一起去点。哎，你好，你喝什么？我。下不为例啊！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妈。请问你找谁呀？我从山里给你带了点水果，都是新鲜的，你尝尝。不需要。我今天靠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，我觉得下一站比赛，我一定能跑好。我跟你说过，如果坚持开赛车，就当没有我这个妈。别这样。小东，妈妈跟你说个事儿。于大恩活着，他没有死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机场临走那天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说他看了我的比赛，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当个车手。好，他电话是多少？告诉我，我倒是要问问他，他突然冒出来想和我儿子是什么意思？妈，你别激动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年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达喀尔，我不在场。于海贤会为千里各持一词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失踪了。嫂子，沙尘暴过后，我们在离驻地大概1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车，人怎么都找不到。对不起。
玉探，是你吗？从那以后，每年除夕都会有一个沉默的电话打过来，我觉得就是他。来，咱准备开饭了，还有条鱼。姐，大过年的别想了。喂，你找谁呀？喂，妈妈，这个电话没有人说话。所以每一年除夕，我们家都会接到一个电话。那您怎么确定他就是于太后呢？你不是一直问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达喀尔失败之后，他不甘心，不服输，不敢回来面对所有人的冷眼，所以他就一声不响地抛下了所有人，他的家人。总想着在达喀尔能够一鸣惊人的翻盘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未能征服的达喀尔永远是最重要的存在。也许这种人就不应该有家庭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坚持要开赛车吗？我要开，那你走。我不仅要开赛车，我还要战胜于太后。我要证明给他看，家人和朋友是可以成为很重要的力量的来源的。这种力量，比所谓的征服欲要强大太多了。可是我不希望你的人生受他的影响。他一个电话要看你比赛，你就要证明给他看。他抛家舍妻去达喀尔，你也要去达喀尔。小东，人生真的没有那么长，你没有必要证明什么而去开赛车。不仅是为了证明，也是在寻找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在学着出类拔萃，彬彬有礼，进退有度。我去努力去扮演一个别人眼中的所谓的成功的人，但我觉得那些不是真正的我，就好像真正我在十七年前那个卡丁车上已经走丢了。这段日子我开赛车，我觉得我找到了很多东西，很多新鲜的东西。好像一个人不一定永远都在做所谓正确的事情，他也可以去孤注一掷，不计较得失，在喜欢和正确面前也可以选择喜欢。我觉得在飞驰，在车队，我能模糊地看到以前的自己。可是人生除了这些，还有挫败、失望、痛苦、迷茫、贫穷，他没有跟你说吗？如果这些是我应该承受的，我愿意承担。我也不需要什么保护，我该自己出去闯闯。好，既然你选择受苦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再保护你了。明天新人赛第二站，我会靠我自己完赛。如果您能出现在现场，对我来说会是莫大的鼓舞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回车队了。
哟，你这礼拜去哪儿了？一礼拜都没看见你。那车队夺冠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嗯，厉害厉害。池哥呢？不知道，出去了吧？叔叔现在好点了吗？哎呀，还行，那也就那样吧。哎，行。你干嘛？行了，别磨叽啊，就这么多，你先拿着。不是，我不是来借钱的。我就那么缺钱吗？我就是来问问你那个，你那什么基金，我也买点。基金这种东西，有涨有跌，你得讲究你进入的时机，买不好会赔钱的，别瞎买啊！行，你忙着吧，我走了。我去，武林江。哥们儿，干嘛呢？最近想你了。那个啥时候有空出来吃个饭呀？吴总，吴总。哎呦，咱俩老同学了，别来这一套。服务员过来，把我车上那个金骏眉拿下来。啊，好的，吴总。怎么着？你是想买车是吗？我手头预算不太够啊。玉强啊。啊。你知道，这世界上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成功的只是一小部分吗？为什么呀？道长。哎哎哎！谢谢谢谢谢谢。请慢用。刚才说哪儿了？成功。哦，格局。格局没打开。你知道富人跟穷人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是信息差。你那么聪明，要是了解了信息，站在风口上，几十万轻轻松松。吴总，我怎么能站到这个风口上？咱俩老同学了啊。啊。你知道显卡要涨价了吗？显卡？不知道吧？一张显卡。来炒股，三张显卡，买航母。吴总，咱这个显卡投资不违法吧？怎么能违法呢？你看你，你就是胆子太小了。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我可以把分红先给你。不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吴总来了，这里是，啊，这是我发小，最铁的哥们儿，孙宇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请，来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儿有员工宿舍，包食宿。哎，然后，哎，没事没事啊。你今天晚上呢就住着，正好呢感受一下公司的氛围。明天我开车送你回去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我想回家考虑考虑。我今天天太晚了，我明天给你答复。而且我啥都没带，今天太匆忙。没事儿啊，小李，抱床被子，再准备一套新的洗漱用品。
真有事儿。不，我让你坐那儿。上元战新人赛，五年来第一次让非万世青训的车手赢得了分站冠军，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给车队丢人了。意味着我们挫了。什么眼力劲儿啊！赛前媒体怎么宣传你们的？说什么是万世青训有史以来最有潜力的车手，什么希望之星，然后呢，第一站让人轻松给赢了。万事青训的这块金字招牌，让你们一脚给我踢碎。稿子又不是我们让他们写。魏总，您别生气，下一站的战术我们都已经想好了，肯定能翻盘。你看，宝川站和上元站有着很大的不同。上元站更多的是陡峭狭窄的山路，但宝川站是以宽阔的赛道和较缓的弯角为主。没错。正常理解是这样的，不过我们针对林真东进行了专项研究，我们发现如果想要赢林真东，必须铤而走险。必须铤而走险。明白，我现在已经不怕冒险的开发。这不叫冒险，这叫策略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有一些角度会对你们来说有一些急，需要你们漂移过弯。这个在场地赛当中叫循迹刹车技术，但是在操作当中，你们要把握好姿态，掌握好节奏，就会比别人多争取一秒的时间。就像这样，刷，这什么破招啊？谁教你们这么开车的？你敢再刷一个试试？我给他起了一个非常酷炫的名字，圆月弯刀。怎么样？这名字有点土。上一站林振东就是这么开的，真的很拼命。我跟你们说过，你们忘了吗？万世的赛车不需要这些花拳绣腿的。我们想做 number one， 土一点也没关系。只要把你们平日里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，就已经足够赢他们了。赛车，赛车，赛的是车。除了赛车以外，赛车手也很重要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明白什么？圆月弯刀。方向盘在手中，握紧又放下，将信息把握蓄势待发。我引擎声清晰，像点燃的火花。这一次该我决定我自己想要去哪，就把能量聚在我脚下。谁能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？不想待在角落，感受过蜕变之后，要
你飞的自由，就跟上我的节奏，哪一道能强能挡我？如果今晚输赢结果，这战斗是我要教练我。如果能把那心跳声甩在身后，轰鸣中。勇气来发号指令，梦想做我的轨迹，看我肆意的漂移，冲撞着下一个奇迹。谁的旨意都无所谓，加速特别高分贝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直向前，绝不后退。不用谁定义我该往哪走，我要向着终点走。不用谁定义我哪天该成为某某，享受逆风的我，就算没有尽头，也没有理由让我收手。能点燃